你在干什么？我在。我在扮可爱。可以，轩哥一脸无辜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一般咱们抛媚眼，咱们都是这样吧。轩哥刚刚是炸的那一下放后面，这个眼睛放起来。你这好像山洞里的二当家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外面来了一群。放过他，我太可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对西哥撒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是撒娇吗？哇，这个娇撒得很厉害。大熊，你小心，撒娇是这样的，容易嫁不出去，我告诉你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好好说。我在快帮我想一下加水。我跟你讲，我想了一个特别狠的。你随便给你一个朋友打个电话，然后你跟他说，还可以，哇，想听。哎，得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吧？吉克隽逸吧。吉克隽逸，可以。这个点起床了吗？歌手不都下午起床？好，大概。那公免提。我知道他还没接吗？他不接。哎，认真一点。喂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锻炼。你在哪儿呢？北京。你在北京呢？你来海南呗。啊？对啊，我给你买张机票，你过来玩呗。阴谋。我不是阴谋，不是，我主要是哎，我有句话想那什么。就是想跟你说，就是其实我想了很久了，我其实